你说林智堅的论文案阿格里没看靠哎，还说相信有一狗票的人有论文抄袭的问题，对不对？我跟你讲哦，你礼拜五没有看到大巨蛋跳动路面，但你看到林智堅的论文，而且也讲了这些话，这是不是你讲的？这个你继续讲哦。没有哦，等你回答是不是？不，你继续讲，我会回答。这个是这样的。因为这个高等教育这个现象，我也觉得应该要。这是不是你讲的话嘛？你有没有讲很阿格里，没看靠哎，还有一狗票的人抄袭？我知道你要讲什么了，但是我跟你讲，对我来讲没有差，我都反正送都你。好，你在浪费我时间来。你知道我要问什么？蔡壁如在他当市政顾问的时候，写了一个硕士专班的论文。结果嘞，礼拜六被指控说他这个论文里面有很多的抄袭，包含抄政府的研考会报告，也包含里面有一段抄了我在2018年10月9号的脸书文，逐字不差，连逗点都一样，却没有标示出处。你知道这件事？这我知道，不过是这样的。你知道？这是这样，这个可以送伦理委员会去讨论嘛？这个我，其实我知道是这样的、啊。所以就送学伦会讨论。不，第一点哦，你有念硕士班吗？你知道论文？你知道论文要怎么？我有没有？我有没有认识？你知道我有没有？来，时间暂停。你知道论文要怎么写吗？时间暂停。一定，我问他的。现在是我问他，还是市长问我？不是啊，我也是。你发起市长问我，还是我问他？要反咨询哈 ，OK。要反咨询，我听到了哈。继续，继续。好。蔡壁如这样子的行为，是不是你口中的阿格里？我跟你讲哦，是不是袂看靠的？来来来，你真的要回答。我跟你讲，我也劝告你们，這個、是不是袂看靠的？论文案他没有引用任何出处，他抄了我的脸书，每一个字都一样，连标点符号都一样。来，时间暂停，市长再看，让他看清楚。没有啦，我跟你讲，这种问题我知道的。好，他没有引用出处，是不是袂卡靠诶？是不是阿格里就恶心呢？我跟你讲哦，蔡壁如可以上伦理委员会去辩论，他不会逃避。啊，但是我劝你们不要再打这个题目，因为打这个题目只是没有人打，我只问你他是不是袂卡靠诶？好，来下一个，我问你，你说有一堆的政治人物，一狗票的政治人物。都用抄袭在写论文，你讲的是不是蔡壁如？当然不是啊。当然不是，所以你认为蔡壁如这样没有抄袭？没有，我跟你讲哦。你不是瞎评吗？我跟你讲哦，你们不要最好不要打这个题目，对你们不利哦。我就是要打，因为我就是被抄袭的当事人。好啊。那他要不要跟我道歉？他，你可以去伦理委员会去告他，学术伦理委员会去告他。所以你认为蔡壁如把我的脸书逐字都抄不算抄袭？他很愿意出席这个、哦、学校的伦理委员会。所以台大教授柯批认为逐字抄都不叫抄袭。不是，我跟你讲哦，文献引用跟抄袭哦，当然这些我就是这样的哦。有，也许起定，你完全没看因为他的论文。我来讲，这个地方不是文献检阅哦。来，时间暂停，来口气，顶有啉水。我来讲哦，我大学教授，你别问我这个问题了。来，时间暂停，伊啉水了，才甲我回答。我就是知影你是台大的教授，我才问你，逐字抄袭，逐字引用，没有标示出处。我讲哦，你可以去那个学校大学的伦理委员会去控告、啊、他一定会出席。这我会啦，我现在问你的政治态度啦，你是不是瞎挺？不是，我的态度就是你这样子叫做挺抄袭的吗？不是，我的态度就是为什么这么没有是非？你这样要我怎么教小孩？这都是你们讲过的话，这都是回力镖打在你们脸上。妈，我一讲哦，我不怕这个，我跟你讲，对我来讲，就去伦理委员会去辩。我要告诉我的孩子说，妈妈的脸书。林智堅蔡壁如抄吗？林智堅敢去台大学术伦理委员会，连去都不敢去。来啦，你相信蔡壁如吗？蔡壁如一定敢去学术伦理委员会。网友说，民众党全党上下都这么讨厌我，却抄我的脸书，却当我的脸书当论文，是真爱，是真爱吗？啊，这个你们对我是真爱吗？连我的脸书都抄，这么讨厌我，还抄到我的脸书当论文，民众党对我是真爱吗？不会，我们通常会研究敌人、啊